你知道为什么叔叔头发会越来越少吗？叔叔整个最近太忙碌，一直锻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一直操劳的状况之下，叔叔已经快要变成那个谁他妈神社了。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，很久没有直播了，看到那个镜头有点恐慌了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叔叔，你头发越来越少，我帮你分享一下。好可怜。你知道为什么叔叔头发会越来越少吗？叔叔整个最近太忙碌，一直锻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一直操劳的状况之下，叔叔已经快要变成那个谁他妈神社了。谁他妈神社？你听得懂林北的意思吗？谁他妈神社？圧倒的力ってのはつまらないもんだ。叔叔，干娘，快要变成奇遇了，懂吗？奇遇你知道吗？你认识奇遇吗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哦，叔叔本来头发很茂盛，叔叔每天干娘一直不断的这样哦，疲于奔命，一直冲刺哦，头发越来越少。不要再讲这件事情了哦，这个稍微踩到地雷了啦。夭寿啊，夭兄啊，惊死！我女儿介绍给你好吗？哎呦，莫勒啦，你女儿被介绍给我。确定嘞，我真是迄落的呢，足济呢，呼呼叫的呢，干汤啊嘞，这保险拢爱保足够的呢。叔叔怎没叫人家传召？嘿，不是这样啊，他是家长，他不是当事人，你懂吗？我们要尊重人家的家长。我是那一种没礼貌的人吗？啊？叔叔，你的未婚妻会吃醋哦。叔叔，那我是未婚妻啊。叔叔，你在吃新心肠，好吃吗？恁爸在吃新心肠，你嘛看得出来，恁爸在吃新心肠。啊，你讲想要吃新心肠，你讲想要吃无同款的新心肠。为什么一锅可以吃那么久？感觉料很多，不是料很多啦。叔叔叫一个小火锅哈，叫150啦。叔叔加料加400啦，听听哦，这不是魔术哦，叔叔不是刘谦，你懂意思吗？不会那 magic 哦，没有，只要照着叔叔的方法哦就可以了，你那一锅也可以吃很久。加400一碗放不下吧？加400一碗当然是放不下，但你觉得他是白痴吗？一碗装不下，他不会分两碗吗？啊？你有种你叫一锅，你跟他加料加30000，你加30000，你怎么两鬼打这位合理啦？干你孩子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再也没有比我那么会讲干话的男人了。